小黑来喽，来吃喽！啊，他吃饱了，先爸。刚刚在睡，他摇头，棕色的摇头，要让他回神一下啦。我们的动作比较缓慢，要等他一下哈。小黑距离有点远，对不对？可能我要丢用力一点。哦，听到我在呼唤他站起来哦，很好，慢慢过来哟，慢慢靠近我们。我们车上游客等你来拍照哦，口水一直流哦。对，它面包味道比较浓厚，所以比较容易吸引它过来哦。还有一点，那摇头比较慵懒，你看都还是趴在那边哦。这会不会掉毛？还好，还好。一定要掉毛。慢慢走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往弟弟的方向走过来咯。我们让它爬上来好不好？真敢哦！不要让它挂在笼子上了就好。来，我们就要让它挂在笼子上啊！没关系的，没关系。我记得，来，看到准备拍照。好，它会长得比你高啊！哇，很努力的爬上来了，你看是不是很可爱啊？但是记得它还是猛兽哦，所以我们不能靠它太近。你看，像我的手都要非常小心哦。它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是它特色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它有长长的舌头，有多长呢？大家看一下哦。来配合演出一下，哇，有看到，有没有很长，对不对？有15到20公分这么长哦。青蛙吗？为什么这么长舌头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熊啊，在野外最爱吃什么？小熊维尼。小蜜。对，小熊维尼最爱吃蜂蜜。然后它就伸进去。对呀、啊，它长长舌头就可以方便让它吃到里面的蜂蜜哦。太聪明了。对，赞了。我们早上是因为吃秀，它很不配合。